欢迎来到英雄联盟。你也想学英语？英语？我的妈呀！战不休。哈萨比。算了，别打了，打不过。溜溜溜溜溜。打不快。血怒触发，守备，血怒，没血怒，记。全军出击。干啥呢？这好的，咋不追了呢？狐狸是啥玩意儿了？辅助吗？中单？怎么了？从不后撤。Shut down。我自有安排。还有两瓶药。我们也有两个呀，等个二，明确。利用好每一处破绽。拉扯他，他们将后悔与我为敌。哎，回家了。不追，我寻思他要追我们，我们就杀他。晚点下播之前，记得让我调一下麦克风，换个麦克风试试。昨天忘了。我先等个四。过来吧你！对不起。闪一手不急。哎呀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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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错了哥。那信哥有闪现呢，就没办法。诺克萨斯即将崛起。你现在跟我说麦克风没用啊！懦弱之举，我绝不姑息。喂，花！脖子怎么歪？歪了吗？没歪呀。杀出一条血路。
让死战不休。Shut down。别让我拉着你啊！再跑快点，诺！拉回来 ，A 加减速，外圈挂截屏 A。下波可以杀了，你还苦？打个流血。云驾一剑斩定。A 加减速，外圈挂一个屁。You have been slain. 不亏。喂？可幽微。Shut down. 从不后撤。An ally has been slain.哪有那个时间 A 爆破呀？嗯。An enemy has been slain. 过来吧你！我操！二速鞋，保持警惕。有点烦呐。打野是个啥呀？石头人，性格确实是挺烦人的。诺克萨斯即将崛起。等个啥？这是什么意思？都闪劈，那天使有大，我怎么劈？我一个劈，我一个劈，我流血两百滴血都流不了，还玩什么洛克萨斯走？操，居然真的流不了！你咋那么狂呢？还有你这。性格我就发现是真恶心。这到底是多少个人？从不后撤。
我们家那打野在干什么？我们家还有没有打野？利用好每一处。给我吧你！哎，我自有安排。这个塔皮如果我还能都吃的话也可以，我的目标很明确。我换个人入对线呗，保持警惕。我一个皮来人了吗？你们俩给我截住他不就完了吗？太好了，没发现我，可以，太好，太好，太好，萨斯即将。不要拉他，他可能有闪现。什么意思，俊哥？哎呀，我操！你这个赵鑫，你很狂啊！给我杀他！哎 ，OK， 好的。薅的这么肥吗？薅的很肥呀、啊！我将死战不休。Killing spree。薅的是辅助。可以薅的。小龙，从不后撤。德拉怎么乱跑？我自有安排。回来吧你。
最闪。在我手里吧。四级。我上路推一个二塔。怎么的？不要反应。我一个屁，我两个屁。他是烫死了，非要五层四层不能劈，诺克萨斯四层劈不死啊。Your team has destroyed a turret. 你麻呗，叫我学生之手，我不拿你拿就完了呗。我为什么要推他？懦弱之举，我绝不姑息。该我了吧，我一个屁，我减速，我两个屁，外圈光 A 阶一个拉 A 阶减速起劲无疑了。凌驾一切的战力，挥！没办法，追不上，跑太快了。你等着，小法师，小法师只是掉线儿，不要想太多，他只是网络不好。我自有安排。不是有挺进吗？这个不叫挺进，这个叫挺不进。我的目标很明确。An ally has been slain. An enemy has been slain. An ally has been slain. Enemy double kill.怎么的？不要犯任何错误。打了一波，打了一波三换一吗？赵信，我是真服了啊！你离我远点，你这个人很有问题。懦弱之举，
我绝不姑息。下来，有。这怎么能没勾下来呢？谁的龙？我们家的龙。杀出一条血路。一条。那赵信就直勾勾的就盯着我，石头人，你给我打他！你给我回来！我操！我他妈一个！硬追，回，不赢了。哟！好，踢不着。弹都七百了，从不后撤。来个什么？魔法伤害有点高。自由安排，主要是魔法上来个智慧墨印，加点攻速。他爬上去了，他像个精神病。警惕！这败了。天使都能写，天使没写了，23分钟他才两件，但是他伤害确实挺高。我们家正面得有石头人，石头人很重要，他的心大，完事我能挡住，挡住了吧。即将崛起，打个大龙。好，给我了！你想逃，却逃不掉。我一个逼！过来！
不着人儿呢，这鼠标。智慧月印呢，是个错误的选择，我决定把它卖了。不是这鼠标，这点不着人。打个小龙，我将死战不休。这位置有眼儿，说明什么？哎，我你个屁！这俩人干哈？就怎么打一半跑了呢？这小法师。掏着人家没血了可以跑，我都能理解。1120，我挡一会儿钱。短暂一波，我的目标很明确。瞧瞧这俩，尤其是那个小法师，小法师你吃不吃？应该加两个星星，这样像一点。你问他吃不吃啊？你吃不吃？